这个是两个这个我们冬奥会的吉祥物，我当时都买了。哎，这个太我好开心啊！别的宝宝有，我也有啊。哦，好的，宝宝。我呢特地买的毛绒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画里面，如果买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啊，不太合适，所以这个回家当枕头也挺好的。可以啊。哎，抱着看电视啊啥的。那个，不行，你这个质感，你要是不是我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按照你的款式买的，你没发现它跟你很像？肯定很像。你不是已经说了吗？白板盘黑眼圈也有。对，黑眼圈跟你也很像。对，特别像，是吧？哎呀，原来中俄友好是这么个说法。你看这个潘达，这个特别好看，特别潘达熊猫。对呀，我也是潘达嘛。对，熊猫很可爱呀、啊。儿子肯定会喜欢，真心爸爸。应该的。当时不是这个，我参加了一个，反正我们侨联方面的一个绘画，网上绘画的活动，宣传我们的冬奥会。你看，把儿子跟那个冰墩墩画在一起，这幅画画完之后呢，不光是宣传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冬奥会，还怎么说呢？给儿子做了一点点记录吧，算是。对呀，这个太美了。画给你。我就先放那个好不好？好的，回头给他裱个框子。嗯，好的，我去接儿子。好，把冰墩墩带给他。他肯定会开心死了。对。